真是鸡犬升天，我就乐呀，我就乐呀，我就乐呀乐，想着歪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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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嗨哎嗨、哎、呀！手下人溜须拍马，动不动就上怕丈母娘我，扬眉吐气，捎带着这么大腰，捎带着这么大腰啊，一呀二腰。我这官儿当县令，交的宽，混的硬，就连我这老丈母娘放屁都比别人哼。但是我姑爷说话再好使，他也不如我。没看我这门头上吗？都整这么一个小红太阳吗？就说明他得围着我转，这家还是我说了算。哎呀，这两天啊，也不知怎么的了，我这总觉得脑门子发烫，眼珠子发光，走道还发晃，就连吃饭呢都减了不少的饭量。真的，以前半斤大馒头，我一顿能吃三个，现在嘛吃五个都不露手了。你说我这病是病够呛，是苍的呢还是苍的呢？谁说苍的、啊？那可能就是，可能还是苍的。啥话说呢？我托人了，给我姑爷捎信，让我姑爷来看看我，看看我这病得咋处理呀、啊？你说他现在愣不理我这份胡子，我跟你说，他这官都是我给整钱当的，哎，现在不理我了，那能好使吗？我得把我老闺女换出来，跟他商量商量这事咋办。丫人，妈呀，丫人，妈呀，你出来吧你呀，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。你看我这闺女高兴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有好马下好驹，有好模子脱好皮，好妈养活好孩子。啊！瞧你们一天到晚老叫唤什么呀？怎么跟妈说话呢？还什么叫唤呢？我说那意思嘛，你是想喝水呀，还是想吃药，还是溜溜啊，还是想睡觉？哎呀妈呀，妈这两天啊，也不喝水，也不吃药，也不溜溜啊，也不叫叫。这两天我发现你当家的有点不妙，二层眼看电灯，不拿我当炮。怎么了？你说妈，我都病这样，他连边都不靠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今后他要不来看我，明着我就上吊，我让各州府县都知道，就说他不忠不孝，大逆不道，把他小县官咔嚓给他干掉，我看他还敢不敢跟我玩儿。哎呦，我说妈，你咋越说越离谱了呢？怎么的？那老黄他哪是内陆人呢？那他是哪路人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赶紧让他来，找人去找他。就说我要死了，我看他回不回来。哎呀，我上哪去找人呢？再者说了，妈，现在也没有车呀。没车，打电话呀。我没有电话呀。妈有啊，电话还没有吗？我这还双卡双带的呢。是吗？那可全球漫游的。一二三九四，啊，十六个数。通了。他必须的呀。喂，那个是荒唐县县衙吗？我找下你们黄县令。你问我谁呀？他老丈母娘啊？不是啊，那个我是他大舅嫂。你就说他老丈母娘死了，赶紧回家料理丧事。好了，妈，摆平。哎呀，我说妈呀妈呀，妈啥妈呀？你这一天老瞎折腾啥呀？妈呀，不折腾不折腾不误血了吗？你没听那人说吗？生命在于运动，关系在于走动，不运动不走动，那感情就得出现。黄知县你老岳母突然把命丧啊，哎哎呀，冷不丁地出了这事，最让人遭慌啊，哎哎哎呀。黄知县接待知府忙得挺够呛，借这个机会大献殷勤，我来帮这个忙啊。一上午的功夫忙得我呀，忙得我汗直淌，哎，各
买卖的大小老板，我通知了一大帮黄知县的关系户，我也通知到，却令他们安排时间，放着来门上啊，哎哎哎哎，哎哎哎哎呀！夫人呐、啊，对不起呀、啊，我来晚了。夫人，你一定要节哀顺变呐、啊。县令一会儿也回来了。夫人，我跟说啊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节哀顺变呢？哎呀，夫人，你家老夫人她不死了吗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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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！那谁死了？谁死了呀？哎呀妈！我烫死你！我讲讲。谁死了？哎呀，你先消消火，你听他说来。那我跟我你坐下。你听我这，我刚躺，我撑的，我是啊，我呀，啊，贼死了！贼呀，贼呀，贼呀！哎呀妈呀妈呀！哎，老夫人啊，你。哪边拉着这吓人啊，老夫人你没死啊？你才死了你怎么回事？你给我整明白了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老夫人你这没死，哎不可把我给坑死了。你干嘛你这话说的，你上这说嘛都费劲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呢？我妈没死，咋还把你给坑稀了呢？哎呀，夫人，上午我在县衙接了个电话，对，他说是黄县令的大舅嫂，啊、嗯，他说老夫人你死了。妈谁说的？啊啊！还大舅嫂？妈，我就这么一个姑娘吗？哪出来大舅嫂？你把这人找出来，我他妈掏他！我现在我。哎呦喂，夫人呐、啊，你这个时候你叫我上哪儿找那个人呢？你给我找来。再者说了，当时我一听说你死了，那家伙，哎呀妈，把我都乐坏了。不是，那我都把我都吓坏了，我急忙就通知了知县大人。知县大人呐、啊，非常，这不命我回来张罗，你这谁成想你没死，那出这事儿啊？你说？哎呀妈呀，你怎么就什么事儿啊？谁、哎、我咋的？老夫人，那电话是你打的？妈呀，我可没打，你别瞎赖啊！老夏，不是你打的吗？不是我，那不是你打，你得赶紧把那人你给我找出来。那你这不是吃饱饭撑的吗？哪有这么整的？那你说坑人吗？你说啊？我说胡文叔，现在找不着打电话那个人无关紧要了。对对，最关键的是，今天这个事儿，咱可咋办呢？对，你看怎么办嘛？这怎么办？我是做不了主，跟我没关系。这你吧，你猫起来行不行？妈，你猫起来，我快点找知县大人，咱俩商量这事儿怎么办？完事你再出来行不行？那也俺也没办什么犟的人，是我猫啥不猫？哎呀，老夫人，这不是特殊情况，我求你行不行？妈，你回叔让你猫，你就赶紧猫起来。今天呢，咱把这事扛过去，哎，你再出来吧。哎呀，急！哎呀，都急成啥样了？你还吃啊？求求你，老夫人，别包起来，一会儿我给你买一筐出去啊！不要小的，一口一个呢，这么就有点噎着嘛。那我去，那我求你俩，千万别猫起来啊！哎呀，我要不回……哎呦我的妈，这出！哎，我说老胡，老胡，你搁冒驴拉磨，你搁要啥呢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知县大人，你可回来了。老胡，我老丈母娘的事你给张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正要派人去找你呢。狗咬黄瓜，差死了。这费劲，这又出啥事儿呢？还是啥事儿？那你老丈母娘，她根本她就。
没死啊。啥？没死？没死啊。不，你说他死了吗？是啊，当时那个电话是我接的，我也没经过核实，我就跟你汇报了。你谁成想他没死啊？你说，哎，那老胡啊，那既然没死，赶紧咱们把这事压下来，赶紧通知奔丧人都别来了。你说这让知府大人知道，你说这成啥事儿了？我说这知县大人，这事儿恐怕压不下了。那咋还压不下了呢？你不知道，这一上午，哎呀妈，这大小老板咱的关系户我都通知到了。这一上午把银子收来10来万了。你说这么些钱叫我怎么往回退呀？你说这整的是啥事儿啊？刚才我跟知府大人汇报咱们荒唐县官亲民政风气好，你说这你整这事，你说让我咋办吧？哎，这咋办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可最好的。什么办法？过来。啥？让我老丈母娘装死？啊！不行，这不行，指定不是。我说知县大人，这要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你的面子可彻底砸了，姑娘。我听说知府马上就要调走了，到时候你当上了知府，这一片你是片长啊！这他妈费劲，都你说话说的。哎，你把你老丈母娘往家里一接，谁敢查你呀？再过个3年5年都忘了。再者说了，知县大爷，这可是一大笔收入。哎呀，我倒不是差这俩钱儿，关键是面子他妈没了。你要是要面的话，别的招我算没了。哎呀，这事儿整的，这让我咋办呢？忽然间，姑爷他走进屋里边，哎呀，妈，这谁呀？这谁？妈，这不县大老爷吗？妈，上这边来，妈，哎妈呀，妈，啥夫人给你吹来了？这是啊？哎呀，县大老爷，你怎么来的呀？你是八抬大轿啊，还是骑马走道啊？是前呼后拥啊，还是鸣锣开道啊？哎呀，不知道县大老您到此了，您府有失远迎，多多包涵啊，恕我罪呀。妈，你咋还跟我连熏带臊的呢？妈呀，你别管我叫妈，我没你这姑爷，我要不说我病要死都不行了，你都不能回来是吧？妈，你听我解释。少跟我来。哎呀，老黄，你不用解释，我们都知道你一天工作忙。可是你再咋忙，妈有病了，你应该回来看看呢。你看我都撑的啥样，变啥样了，我都啊，现在。哎呀，花呀，别说了，这事儿啊，等大臣了。妈呀，那大臣好啊，大臣，你不总嫌你自个官小吗？这回咱把场面整大点，让他全县人都知道，玩呗。妈，我就乐嘴乐呵。妈，你老人家说的倒好，现在全县人呐都知道你老人家已经死了，可结果呢，你老人家没死。你要是真死了，我就不愁了。啥玩意儿？妈，我还真死啊？妈，你别急眼，你别急眼，怎么回事？什么？我真死还不愁啊？啊？你是恨我早点死呢吗？好哪？妈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妈呀！没上去！哎呀！妈！妈一声，黄志强，你小子太张狂啊！老太太，我没死，你凭啥你让我装？你是不是诅咒我早点死？我死了，你好跟我的丫头黄，跟我丫头黄了，你好找小饼啊啊啊啊！不管是小兵小聘，他就是想找二房啊！啊啊啊啊啊！妈，你说啥呢？叫一声老岳母，你先听我讲啊！快来点去。
听我把长破厉害跟你捉断响啊。我告诉你，你给我编，你给我好好编啊。老黄，我当知县正在位置上，我让你活着看看你死后有多风光啊。今天你装死一把等于排练呐、啊，你看一看品一品到底排场不排场啊，有什么意见你只管对我讲啊。当您这百年之后肯定比这更辉煌啊，这个丧礼我能结白银几十万呐、啊，完事后给你点回扣不让你白装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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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等我死就让我知道死后办的那个怎么样、啊、大伙人就知道自个儿死后能有多风光啊，姑爷啊，今天你就好好的排场排场，你岳母我抓他一把死啊啊啊，也沾沾你的光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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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呀！哎，这么说你老人家同意了？没问题呀、啊。你这篓子是妈捅的，妈能不同意吗？再说还有回扣跟着呢。妈呀，那太好了！姐，你同意了，花赶紧化妆，化妆，你得披麻戴孝啊。你要不这吊丧人都来了，整露馅怎么整啊？哎呀，老黄，咱们这么整好吗？那妈，我干的啥呢？妈，你就等死吧。我等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你就等着装死。我得装死。对呀。啊，没事，这是妈强项。那我得捯饬捯饬呀。妈，你也化化妆。那我就愿意玩，捯饬捯饬。你捯饬捯饬。行。捯饬捯饬。哎呀，还摊上这事儿了。